作品来自于 Super Junior M。首播歌曲 Super Junior M 的太完美，这样子爱你到底是对不对，我一边疑惑一边更加迷恋，太过心情不对，用力而不碎，再过浪漫不对，我随情不对，太完美，你愿意我出现，我不让谁记得 Super Junior M 呢，在去年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，很快的呢就要带着他们的第二张全新的国语迷你专辑《太完美》跟大家见面了。大家从这个星期四2月17号就可以开始预购，2月25号的时候，台湾就会抢先全球首发他们的全新国语迷你专辑《太完美》。听到就是 Super Junior M。也已经曝光了，特别参与的两位嘉宾林赫、陈敏呢，这个讯息呢也让大家都知道了。他从这个星期四就可以开始预购 Super Junior M 的全新独立迷你专辑《太完美》，在2月25号的时候就会正式的发行。现在所听到 Head Band 首播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《太完美》。星期一晚上的8:27，和的本联播网新鲜发行节目抢先曝光了 Super Junior M 的最新的单曲《太完美》之后，现在所听到的歌曲，我觉得今天情人节太适合播这首歌了，就是 Bruno Mars 的。